国办做好大宗商品进口工作，积极保障大宗商品国内供给。国办发布做好跨周期调节，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。做好大宗商品进口工作，积极保障大宗商品国内供给，统筹保障大宗商品进口各环节稳定运行。进一步调整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，扩大进口类别，更好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。适时举办国际消费季促进活动，带动消费品进口。积极利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，按照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，促进海外仓高质量发展，鼓励具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的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前提下，加大对传统外贸企业、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等建设和使用海外仓的金融支持。